哎，你走开呀！你妈都不同意呀！走开，走开！你看一眼你家里人是怎么对我的。老子，你先回去吧。你放手！我不放手。我从来没有，哪有什么？喝洗脚水这种方法都得想出来。남녀가이혼을했습니다남성은자신의차를끌고그대로가버립니다평소처럼자신을태워줄줄알았던여성은그자리에서울음을터뜨리며주저앉아버립니다他说一个人过得多自在呀，饿了就吃，困了就睡，醒了呢就去洗个澡，不高兴了就窝在被窝里打打游戏，没有老婆管着，没有孩子追着，钱多了呢就多花，钱少呢咱就少花。你能不能找一份工作，然后去好好上班？真的，你能不能找个工作去上班呢？你就那么想让我早点上班吗？不是，你不觉得一直这样玩下去也没什么意义吗？我们每天在外面打工，开销真的挺大的。我觉得有意义。为什么有意义？本来你是我老公，你就是你养我的意义。你不觉得我一个人这样挺累的吗？那是你累，你累。어느여성의길거리인터뷰가중국에서많은화제입니다像你这个情况要多少彩礼我不知道20万够吗我妈可能不太让50万够吗可能也不太让100万可能只能再多一点可能200万不知道결혼정보회사의단체미팅중어느여성이자신의소개를합니다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昆明的女孩最近呢没有上班是正在家里办理想找一个너무나도과한요구때문일까요이제는남성들도변하고있습니다남녀가이제막이혼을했습니다법원밖으로나오자아내가쓰러집니다남편은그런아내를한번쳐다봅니다그리고는자신의길을갑니다여태자신을붙잡아준남편은남이되어버린것입니다또다른남녀가이혼을했습니다밖에서는비가내립니다남자는우산을쓰고갈길을갑니다여자는한번멈춰서더니그런남성의뒷모습을쳐다만봅니다또다른남녀가이혼을했습니다남이된남자는그대로떠나버립니다여성은그자리에서울고맙니다한번쯤은붙잡아줄줄알았던남편이냉정하게떠나버렸기때문입니다어느여성이법원앞에서통곡을합니다자신의뺨까지때려가며말입니다 SNS 게시물에는친구의권유로이혼을한뒤후회중이라는글이써져있습니다해당게시물은공감9만개를받았습니다홧김에이혼하자고말했지만남편은그녀의요구를망설임없이들어줬던것입니다역시나이혼한부부가있습니다이제는남이됐습니다남자는아내와아이를밀치고그대로가버립니다이제는누군가를위해운전을해줄의무는사라졌기때문입니다부부가막이혼을마치고법원을빠져나옵니다그리고남성을기다려주는다른여성이있습니다그렇게남성은새로운여성과다시법원으로들어갑니다이혼한아내는그런뒷모습을쳐다만볼뿐입니다이혼을마친남자가신이난듯뛰어갑니다해당 SNS 게시물은공감5만개를받고있습니다그만큼남성들의참아왔던울분이온라인상에서도표출되고있었습니다여성은신부값이적다면서결혼식날에도불평을쏟아부었습니다그리고남성은결혼해줄래라는멘트로결혼식에피날레를장식중입니다집을짜게먹어와그러나여성의반응은미적지근합니다그러자남성은그대로파혼을선택합니다결혼식사진을찍기위해서로의경력을보던중에여성이이혼녀였다는사실을알아버렸습니다남성은망설임없이그대로떠나갑니다신부값을적게줬다는이유로무시당한남성은난동을부립니다결혼은파혼으로이어집니다결혼식당일남녀는싸웠습니다역시나피날레를장식하던도중신부의반응이미적지근합니다남성은그대로떠나갑니다더이상은여성에게맞춰줄용기가나질않기때문입니다신부값을더달라며차에서버티는신부를강제로끌어내립니다역시나파혼으로이어졌습니다이제는남성들이결혼을포기합니다혼자있기를더선호합니다중국의이혼율은전세계최고치를갱신중입니다그래서일까요새로운현상이나타났습니다바로미혼여성들이 SNS 를통해자신을직접어필하는것입니다 SNS 의연관검색어에는자세한여성의나이와조건이표시됩니다그만큼여성들이많은공개구혼을하고있다는뜻이기도했습니다몸매를내놓고춤을선보이는가하면자신의프로필과원하는남성의조건을써놓기도합니다34岁大龄未婚的我决定发布征婚信息所以身边没有机会接触到异性希望能够找到一位身高176以上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没有大面积纹身家庭氛围和谐和睦学历的话高中以上就可以自己做生意都是可以的年龄要求的话上下五岁以内经济方面的话希望您有稳定的收入有车房子的话那如果有合适的男士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如果我认为合适的话会主动去联系您的我也就30出头要求有车有房有存款有事业的男人
因为我什么都没有。如果说你开个车的话，副驾驶没人，那不显得你也尴尬吗？对不对？房间那么大，那你总需要一个人打扫卫生啊，对不对？那一张床那么大一张床，一个人睡那不也孤单吗？就喜欢打麻将，一个星期也就逛个三五次吧。啊。어째서이러한현상이발생하는것일까요어느여성 CEO의 발언이 11만 개의 공감을 이끌어내고 있습니다사람들은 어째서 그녀의 말에 공감하는 것일까요她这个年龄呢是越大呢越不想结婚我就问她为什么呢不想在一个节日接着一个节日里绞尽脑汁的考虑给对方买什么样的礼物她不想在外面辛辛苦苦维持完同事和朋友的关系后回到家里呢还要想着怎么去维护老婆和娘家那边七大姑八大姨的关系还要一边担心自己要是不够努力的话老婆会不会跟着别人跑了她不想一天累得跟狗一样回到家里还没有一口热饭吃不想在外受领导的气回到家了还要受老婆的气她更不想一边孝顺父母还要拼着老命给儿女呢买房买车还要跟别人攀比谁家孩子穿得好吃得好谁家孩子报了多少个兴趣班辅导班更不想夹在老婆和老妈中间理不清的头绪如果处理得不好呢就是两边受气